每一个会员国都跑过，而且每个会员国都被我们请来过，连蒙古都请来过我们这里访问，觉得支持我们的诚意很够。整个运动会如果不采低碳措施，会制造多少二氧化碳，而由我们主办会减少多少二氧化碳，而且在台北办比在台中办比在别的地方办，连坐飞机所造成的二氧化碳都会减少。